到内山爬板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不是要向内山去，而是来到彰化县埔心乡。埔心乡位于彰化平原的中心位置，以前此地是一片大草原，埔心乡刚好位于这片草原的中心，所以先民便把它叫做大埔心，后来就改为今天的名字。彰化平原素有台湾谷仓的美称，而土壤肥沃、气候适中、水利设施完善的埔心乡更被誉为彰化的米谷之仓。埔心乡的土壤属于浊水系的冲积土壤，生产远近闻名的热水溪米。而日据时期与光复初期闻名遐迩的湾林碰柑的最大产区就是在本乡，因为当时埔心乡属于园林郡管理，所以就以园林的地名来命名。本乡还有风味特出的蜜红葡萄，以及本地人筛选改良的宝岛蜜拔。除此之外，其他的蔬菜农产品也相当的优秀特出。今天就是要向各位观众朋友介绍茄子。一讲起茄子，脑海里便浮起那亮丽匀称的紫色外观，好像一片紫色祥云，令人感觉紫气东来。吃球对秋条，接下来便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令人秋条的茄子是怎么栽培出来的。茄子又叫红皮菜，原产地为东南亚及印度，约在4到5世纪时传入中国。隋朝时代，茄子供帝王食用，有改称昆仑紫瓜的记载。约在唐朝时，由大陆南方传入台湾，乡人称茄子为弹珠，主要是赞美茄子肉质纯白如蛋白，质地也相似，像是种出来的蛋一样。茄子的花为完全花，花瓣黄色或紫色，每一个花系有1到6朵，但多数的品种只能有一个花结成果实。由于茄子适应性强，性喜温暖湿润的气候，所以台湾整年都可以生产，是夏秋季的重要蔬菜，主要栽培在台湾的中部及南部地区。目前中部地区栽培品种以马薯茄为主，栽培时期自每年的10到11月播种，第二年的1到2月定植，5月即可开始采收，一直到10月为止，采收期可长达5到6个月。而台湾南部地区栽培的品种有农友长茄、胭脂茄、日本茄，而栽培时期自每年的5到6月播种，7、8月开始定植，9月可以采收，采收期可维持到第二年4月为止。目前茄子的整枝方式可分为水平低棚架整枝以及 V 型棚架整枝方式两种。水平低棚架整枝方式多在屏东、高雄一带采用，而 V 型棚架整枝方式由于是采用固定支架方式栽种，所以通风好、透光佳，每枝结果母枝营养供应充足均匀，采收频率
比水平低棚价高，而且田间作业方便。更重要的是，农友工作轻松，不用一直弯着腰工作。目前在台湾中部地区多采用此种方式栽种。茄子属于茄科一年生灌木状草本植物，果实颜色的形成主要是受光照而衍生的，所以是一种耗光性强的作物。当温度为摄氏22到33度时，最适合茄子植株的生长发育。尤其温暖的气候对花粉的发育是相当有利的，而茄子的侧根发达，分布力很强，所以对土壤的适应性佳，但是栽种土壤的性质也会影响生产结果。种植在沙质土壤时会有早熟的现象，种植在黏质土壤时生育较缓慢，但是产量与品质都比沙质土壤好。茄子的保水力强，以土层深厚的充气壤土较为适宜，土壤酸碱值接近中性 pH 6.8到7.3之间较为适宜。茄子在田间的栽培管理方面，首先是育苗的工作。育苗期间日照也要充足，播种后约30到40天，也就是当幼苗长到4到5叶时，就可以定植于田间。由于茄子的生育期很长，是一种可以连续采收的蔬菜，所以良好的栽培管理技术是相当重要的。不仅可以节省人力，同时可以确保产量品质，并可增加茄农的收益。我们以地力中等的土壤为例，茄子在田间栽培管理上应于整地做西前施入有机质肥料及化学肥料当基肥，推荐用量为有机质肥料每公顷使用10公吨，豆饼每公顷使用1公吨，酸药素的推荐用量为氮素每公顷使用100公斤，磷苷每公顷使用290公斤，氧化钾每公顷使用120公斤，并在充分混合之后以一引机翻犁入土，然后整地作息。溪宽约180到220公分，株距约70到80公分，并在溪面覆盖塑胶布或稻草，每溪种一行，行距可视品种特性与采收期间长短而加以调整。及分枝性强或生产期长的品种，行距可以加大。此外，为防止茄子的根部腐烂，溪面要为凸起，溪沟要深，沟深以30到40公分为佳，以避免长时间积水。以 V 型整枝方式为例，茄子在定植后1个月，在茄子主干两边使用桂竹斜插成 V 字形，再用细竹横向架住，结伏于 V 型支架上。此部分主要是提供茄株母枝株架，以防止果实触地发生腐烂。在茄子生育初期，每一植株插立短枝柱一根，扶持主干，以增强抗风力。此时因植株结果枝上短，未能生长至横细竹上，所以应以塑胶绳牵引，直到结果枝生长达到横支架时，再将结果枝上塑胶绳改系于横支架上，以防止倒伏，使茄果不因接触地面而导致弯曲腐烂，所生产的茄子就会又长又直。
在此之后，只需定期摘除老叶，并在每个花序上留下一果。等到茄株主枝干延伸至两旁所牵枝牵线上，结株式已固定时，就可以进行栽新作业。将主枝条顶端之嫩梢摘除，以利叶芽长成新枝，并在每次采收时顺便去除老叶，如此可长期维持茄株的生长势，枝叶也不会过度繁茂，并可保持通风。由于茄子的生育期长，又是很耐肥的作物，为确保果实的品质与产量，所以在生长期间追肥是不可缺少的。农友最好是采用多次分期施用方式进行追肥，可自开始采收后约定植后两个月左右，每7到10天施加一次，共追17次肥。每次追肥推荐用量为氮素每公顷使用30公斤，磷酐每公顷施用30公斤，氧化钾每公顷施用30公斤，也可以使用43号复合肥料，推荐用量为每分地施用20公斤。追肥的施用方式，在灌水后将肥料施在植株近根系的地方，而随着植株的成长茂盛，中期后可直接以调施或点施的方式施洒，每边并交换施洒，共追17次，农友可视生育及结果情形加以调整。当茄子果实长到30公分以上，果实柔软色泽亮丽时，即为采收期。采收时间最好在早晨，以避免茄果温度过高，造成呼吸率上升及失水现象。一般每隔3到5天左右就可以采收一次，农友必须适时采收，以维持茄子植株的生长势。我埔心鄉農會所輔導的產銷班吼，有葡萄、番石榴，啊，即个花卉吼，以及蔬菜產銷班。啊，即个產銷班的即个经营呢，以早咧即个对即个作物的即个栽培咧，咧使用即个肥料咧，会使讲是真乱吼。啊，自从咱即个配合咱即个政府的即个合理化施肥的这个政策呢，啊，推行落去咱的产销班呢，啊，即个班员啦，会使讲非常的这个配合，啊，咱这个合理化施肥的这个政策，就是由咱专家、咱各样场的机关呢，啊来甲咱制定一套这个做施肥的这个方法，甲施肥量，安尼，啊来予咱的这个产销班的班员啊来做施肥的这个参考。啊，经过这几年呢，这个用起来呢，这个对为这个政策来用起来呢，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哦，比讲像啊，咱这班这个啊，桥啊，这个产销班呢，啊，这班的班员呢，会使讲拢非常的配合，啊，拢照这个咱的所推荐的这个施肥的这个量啊，来咧用，啊，甚至呢。啊，真正增加咱这个做有机肥的这个使用，吼、哦，啊，对着作物的这个生长呢，非常的这个帮助安尼。所以现就是呢，啊，我埔心所出去的这个麻糍球呢，在市面上呢，会非常的这个受欢迎，因为咱配合这个合理化施肥料呢，这个球的品质，吼、哦。在外观来看咧，嘛非常的这个鲜艳，真正深紫色，吼、哦，啊，这个食起来，这个口感嘛非常的好食啦，那像麻糍安尼吼，所以讲做麻糍球，吼、哦，啊，伫这个做咱配去这个做台北国泰公司这个拍卖咧，啊，这个番啊啊非常真爱味，我们埔心鄉農會这个所配出的这个
这个三小班所生产出来的这个麻糍球，哈、哦、啊，所以呢，会使讲这个合理化施肥的这个计划呢，啊，用在阮这个埔心的这个三小班，来甲这个推行呢，会使讲对对因个人来讲呢，啊，会使讲嘛增加因的这个收入，啊，对着消费者来讲呢，嘛会当讲啊，互因提供因一个真正好食的这个叫做。蔬菜安尼吼，咱这个做这个合理化施肥吼，是最近这几年啊吼，大量伫即推广这个肥料。我进前是用这个化学肥料，迄、那个化学肥料用了吼，无够啦，真理想，就是讲若落落去，容易话咱这个日光照射吼，即、肥分容易退，啊，佫会即个肥伤。我接受这个。合理化施肥了后，吼、哦，啊，这个诶，经过吼，就是讲伊这个根部嘛真好，吼、哦，啊，伊这个生长嘛真好，哦，啊，所结出来这个果实嘛真正好，所以讲吼、哦，这合理化施肥吼，会使讲特地来推广，咱这个合理化施肥吼，起来这个口感，食起来这个果实的口感嘛真正好，所以讲你看咱这个。合理化施肥做了后吼，我感觉差别足济。你看这个粽吼起来，伊这个叶啊啦吼，啊这粽非常的惊，吼、哦、所以讲吼、哦，咱这个合理化施肥特地来推广，就是讲一来啊，咱这个粽惊果实好，啊过来口感好，啊二来就是讲咱这个自然环境生态一天会更加好。由农友成果的分享，可以很清楚得知实施合理化施肥前后的差异。是其适量的施用肥料对作物生产的益处很多。根据很多试验及示范结果，可以证明减施化学肥料对作物的产量非但不影响，尚可节省肥料与施肥工资。同时，减施化学肥料对环境生态及土地永续利用是极为有利的。埔心乡位于彰化县地理中心。位于内陆乡镇，属副热带季风气候型。来到埔心乡，您可以看到茄子可说是这里的主要作物之一。而这位农友张先生，据他说，他们家种茄子已经有三代了，可说是吃茄子长大的。茄子的果实形状及颜色变化很多，形状有长有短，大小不一，颜色也很多，但在市场上常看到的茄子以紫色为最多。选购茄子时，以色泽优良，外观形状要长要直，又嫩而富弹性，果肉雪白的茄子为上品。茄子主要以鲜食为主，它的营养成分高，含有丰富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及维生素，在中医学上有补血、散去淤血、消肿镇痛、促进血液循环等功效。不但烹调种类多，而且为一般家庭常吃的乡土蔬菜。茄子是一个颜色非常漂亮的一个农作物啊，那它的看起来算是柔软，但是它其实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的丰富哈。一条大概三两重的茄子呢，就可以提供我们大约每日建议摄取量的十分之一哈。所以我们对于一些咀嚼能力比较不好的老人家来讲呢，茄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物的选择。那另外就是茄子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花青素哈，花青素也就是在其他像这个葡萄啦或者紫甘蓝里面也含有的一个成分哈，那它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能够去除我们的这个自由基哈，那增强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力啊，是一个相当
在这个防癌上面相当好的一个农作物哈，所以我想大家不妨在这个茄子的盛产期的时候哈，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蔬菜的一个选择之一。爱我们的土地，就要合理化施肥。合理化施肥是一项扎根的工作，唯有落实合理化施肥政策，才能真正提高作物产能，提升产品品质。我们也相信合理化施肥将是迈向环保新世纪的希望工程。一户里落三班嘎，彰化平原是紧接台南虎城，在明治时期就已深入开发的地区。古人说衣食即收星，水物透雅。清朝康熙年间，凤山八贡后生兵马指挥施世榜巡视彰化时，发现此地一片土壤肥沃的草原，可是却只有原住民在此追逐打猎，未能善尽地利，感觉甚为可惜。于是便筹集资本，动员民兵数十万人开凿水圳，导引浊水溪灌溉良田。康熙五十八年大功告成，就是俗称的八堡一圳。两年后，康熙六十年，浦新乡先贤黄世清捐举款项开凿八堡二圳，也就是俗称的十五庄圳。同治初年，浦新乡地主吴群山先生等人再度捐举款项维修水圳，使得前圳水系更加完善。八堡圳灌溉良田将近两万公顷，奠定彰化平原的农业建设基础。拜水利方便之势，浦新乡的农业技术也是相当前进的。可是比起其他彰化县的乡镇，浦新乡较少为人知道，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近年来比较少有大众作物，而是少量多样化的小面积小农栽培，小而美，小而强。今天故事的主人翁张先生祖孙三代种植茄子，他们在这块地下水位颇高的土地上适应当地环境，研发 V 字型栽培，以诱引枝条方式调整产期，更从合理化施肥入手，照顾健全的土壤，提升茄子的品质。三四百年来，农业人员传承技术，不断的进化开展，是这块土地永续生存发展的稳固基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乡间小路，下周同一时间再会。